疼不疼啊？可以啊，刘霞，火了是吧？成名人了？我管你要钱跟我哭穷是吗？我说了，我没有这么多钱。骗鬼呢你？你看你光鲜亮丽的，信不信我一夜直接把你打回原形？啊？别人不知道你，我不知道你啊？你还至于别人？你有这个资格吗你？干什么呢？等着吧。刘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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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刘霞，你在里面吗？刘霞，刘霞，你别吓我啊！刘霞，刘霞，刘霞，你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不用赶了，那你陪我看看电影吧。好啊，你想看什么？都行，我开心一点的，你选吧。那我去给你放啊。或许从前不需要我们说抱歉，或许因为也想为你撑伞去温暖每个遗憾，在释怀的某一个瞬间。我一直都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不报警啊？家里还有薯片吗？有啊，哦，我给你拿。薯片，喝可乐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想喝？我给你打开。